哎，妈妈，我你看啊，就是你比我大七岁是吧？啊。就是你从一开始就经常谈那一个对象不？哦，咋啦？谈的时间应该不短吧？你看你，我今年才19，我是。哦，你意思是就是嫌我大了是吧？你嫌弃了？没有，你看你这话不得，这咋能嫌弃了啊？你那你话里边有话，你就是意思不都是那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咋能嫌弃你大了？你看这，俺家里边说你很那，是不是？很愿意你，你看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而且也挺孝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那你觉得呢？我吧。啊。俺们。我就是吧，看我不够成熟的，你看我就是挺成熟的。感觉意思是咱俩不配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哎呀，你这话说的。不是的，你意思都是这，你不叫我往这想也不中啊，你说的话就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你看你。啊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咋说了，你说的，就感觉跟我不愿意你了。不是。没有这样一说，我不会这样想的。我就是这样问问着吧，人家不都是说的吗？结婚前头的这得问清楚啊。对，我告诉你了，谈过是谈过，但是不是分了吗？就谈那一个，在外边不是，就是主要的就是挣钱嘛，然后就是考虑感觉少一点，就谈过那一个，就再没谈过。再没谈过。对。那吧，你可不可上前面咱买点东西喝一杯？不可。走吧，走吧。不可。这有啥拿来走。好吃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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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买红茶也差不多。我那个。香肠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就喝柠檬水就行了。再来两根香肠吧。不吃。来。多少年了吧？两根香肠。十根。嗯。这么大是吧？啊，肠胃呢？都是肠胃来了吧？过去了啊。他这边吧，反正那么拉没有做生意的，除了这么拉有没有啥的，其他地方没有。生意还挺好的。对，星期天还赶上星期天，人也多，这。200人，200人。